重场，我们全走，全走，看一下拥挤这边，应该有看到，现在是一三的，一三，他们穿那个正装，所有队员男女队员都要穿正装。已经开始了吧？听到声音了？今天挺早，一般八点。还没有开始，音响也换了，新的音响，昨天是老的。
他是工具，他是工具。没得，啊，所以说他们没得，他工具。不是，买着买着，后来根本没得发现。就是。七八十没得，最紧了。哎，就是。对对对，我跟你说嘛，我那天下雨，下雨我们就是就在那底下那个地下室修的，我过了山我就不知道搞完了。Yeah.
那宝宝都不能出钱，小宝。
Thank you.
I don't think.
Yeah.
手在地上举起难不去接穷都说说咋地用马的拉空大点点结果那都让你举起难不去接穷都说咋地用马的Sure.
抓死啊！¡Gracias!
Yeah.
Yeah, come on.
这就是拥挤，然后这边右边就是杨秀儿，这边雍正，这个是小宋，小宋同志，这个是阿楚，他反正还有几个，对不对？我去先支配一下他们。这个才发达。这挺难的，跳最好。还是时候，他们那矿泉水都准备了好多，每张准备了一两箱了。
这个有过线啊，这里。跳起来，往前。这个穿背心儿那个，号称是叫什么？弹腿吧，那叫什么了？那个男的叫弹簧腿，
真的是我，你们。
三岁。三岁呀？啊。我们这个是三岁。四五六岁，啊，可以活四五六岁至少。晓得。肯定嘛，也十七八岁。小鱼，哥哥的小鱼是比你长。他人家玩儿哟，那。主要是他不能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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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共白兰同你眼前我的当满的伤也许咱们中了做难了也许咱们为了你我的问题我的心
男的特别就有力量，反正我看泼水都听得出来的，女的很少。中间的这个这些物品都放在中间的，还有好多生活，今天应该有三个的吧。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是手袋吗？是吗？我今天见到衣服的家人了，小姐姐太快了，是不是你姐姐？犹豫的都跟我说了一会儿就。看你老妹儿。哪个说是不是？几点回来？走不走？那你走路。那个时间搞错了，那个用前边的标题是29号，然后他内置的那个我把那个搞错了，好像是10号去了。不知道呀，您看那个。来了，老大爷不容易吧？
等一下我去那个广场，罗马广场那边看一下有没有，有没有他们另外一支服装队，也不是服装，他们另外是有洗澡，有那个纸盒，还有那个，还有几个好像都有挺有名的。到那个罗马那个价值广场那边，应该就300米左右，200多米。今天晚上还延长一点，8点钟就正式开始。他之前是7点半，那现在这个7点半黑得比较晚，天黑的话就8点多。8点半到这边吧。